法布里修，这球送到前面，这又是一个吊射球进，哇，4-0了。看到在下半场替补上来背号16号的马可士，在第66分钟踢进了这场比赛，南华大学的第4个球。马可士这名中场球员，来看到法布里修，这球传到前面去之后，直接第一时间看到已经冲出来的陈玉达，非常聪明的马可士做一个挑射。